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比宝宝的爬行比赛。然后，其实现在呢，我比宝宝还紧张。我们的宝宝抽到116号，爸妈的免费入场券，然后拿到一包参加奖。平常啊，就是吸引他爬行有效的、是我的挤乳器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等一下就是发挥作用。访问一下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可惜没有得到名次，有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感觉？很难过。看得出来，一直看我妈妈参加宝宝爬行大赛，儿子没有得名，妈妈在哭了。他连爬都不爬。好啦，不要难过，我们还有下次好不好？对啊，以后每个月都要报名。好好，报名到14个月。14个月应该，7个月应该太小了。他缺乏大赛的经验。好，弟弟你也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不要让妈妈难过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拜拜，拜拜。